扣子。我李东海呢？来了来了来了，舔了一下纸扣。东海，我们收回来了。各位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录制啊，我们请八位帅哥站在这边，刚才排好数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李建伟，麻烦你告诉他们，刚才站在刚才的场那个位置，东海，跟周敏说，对对对，东海，赶快就是这边，你们是这样子，哎，但今天那个刚才那个荣耀。安静！